想不想来呀？那试试看，想出来行不行？哎哎哎呀，窝的当当的。给你。给奶奶坏哈，他抢走了是不是？嗯，给你。怼着就好哎。奶奶试试来。那小腿一撇啊，哎呦我这一吃上就瞪俩大眼睛，好不好吃？牛美的。南瓜好吃还是香蕉好吃？哎呀，也拿走了。哎呀，不干的。可有劲了，哎。哎，给。惹不起哈。不去，别掉地下啊！哎呀！你转过来，你差点跟大地来个亲密接触，是不是？不去！哎呀，这一爬就这样，就惦记上地上。嗯，你撞脑袋，让奶奶一把就薅回去了哈。这真是太难看了，一会儿看不住都不行了。一手一个，咱都有的自来带的，干啥不玩儿？你说这，今天有粉丝问我，九九有几块腹肌？我说，那你得看九九是什么造型。他要是躺着的时候呢，就一块儿；坐着的时候数一数，咱有几块腹肌？好几块腹肌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？你有几块？嗯，你跟大家说说，你有几块腹肌？你看啊，这咋查呀？亮个相吧，一二三四，你还没有了，现在一块了。一起来，这些。你咋那么淘呢？嗯，你咋那么淘？妈妈问问你，你三点多钟起来玩啥呀？淘气气人。第一次啊，三点多钟醒了。一下玩到五点多，那睡得早吗？睡得也跟平时一样啊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你是不是个淘气包？嗯。这淘气了，你先练习啃一啃啊、哦，一会儿妈妈给你放点苹果泥吃啊、哦。耶，啃的真认真呢，新玩具哈。哎，那小嘴吃的，哎呀，这个好哈，还能玩还能吃。南瓜好不好吃？是不是香甜香甜的？嗯，怎么植皱眉呢？嘿，你怎么吃的呀？哎呀，真好看。这玩意儿好哈，还能吃还能玩。哎呦我的妈！从那小嘴吃的呀，哎呀你就蹭上了。嗯，真好。嗯，好吃啊，哎一急的，这样自己就能吃了，省着喂了。哎呀呀，你说是蹭鼻子上了。哎呀，吃饱了。哎呀，满嘴满脸都是，这吃的。还有，没吃够啊？你还抢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这眼泪，瞅瞅。来，争取一遍过啊！来，现在情绪演员情绪得到位啊！现在这咱这表现一下委屈。哎，镜头推进，哎，委屈哭。我又吃的，我哭什么哭啊？哭。给来了来了来了啊！急的，眼泪哗哗的。眼泪上下巴合上去了都。这回吃吧。你吃上就好了。奶给拿走来。哎呀！怎么那么有意思呢？把这眼泪两对儿，哎。你瞅瞅，躺大脖子里。你瞅瞅。